换拉下铁门宣布暂停营业。贩售南北货知名糕点的南门市场，为了配合捷运万大线改建迁移，全部摊商将移往中继市场营运，待三年后再返回原址。回首矗立38年的市场大楼，不少摊商感到不舍。要搬走了，心情是有一点紧张了，因为换一个新的地方哈，怕生意会多少受到一点影响。但是呢，因为这次的规划还不错了，所以我们整个市场集体移过去。那我个人的心情当然是非常的感伤，因为这个地方哈，我已经做了快40年的时间。一旦你就是所有的动线啊，各方面啊，包括周边的邻居，大家都很熟了。我们的所有的辛酸快乐也都是在这个地方成长起来的，我们的养育下一代也是靠这个地方，所以对这个市场我们是很有感恩啊。虽然时代变迁，我是相信我们的市场所有的同业一定会更努力的把这个市场的品牌建立起来。南门市场多年来摊商林立，客如云集，孕育了双方买卖情谊。市场自治会会长王全国温情喊话：这次只是暂别，并不是结束。南门市场永远都会存在，三年之后我们一定要回来。感谢市长哈，真的一定要把我们带回来，因为这里哈是我们的根，我们的本。将来是目标是哦，盖到三楼的时候，市场就先搬回来，那三楼以上再慢慢盖。民众摊商面临市场拆迁，虽感伤，却也期待改建后的新景色。新大楼渴望在112年2月完成，届时传统好味搭上新环境，盼更多民众光顾。中央社记者张新伟台北报道。